最正宗的参鸡汤了。手脚冰凉，身体比较虚弱的，特别适合喝。嗯，越热的喝着喝的鲜的。猴哥，李姐好，群芳好，猴哥好，哎，李哥，猴哥好，猴哥，你看，哥仨又见面，猴哥，咱们仨是三兄弟嘛？对呀、啊，哎呦，曾经一接金兰啊，您脑子真好使，哎，不是，这份情在心里头，没错，人不能没良心、啊，嗯，怎么，你这话都什么意思？哎，你这，这版还真是正宗版的，嗯，是你、啊，我一看你原材料就知道是非常正宗的。这有一关节，你看，我就从这关节一切，你看啊，把这个爪子切掉，切下去哈。脖子也不能要，你看没有？为什么说健康啊？嗯，全得去掉。嘿，最后那一个屁股尖儿也不能要。筋，对，这也不能要。其实这个熬鸡汤啊，那些，哎，因为最近我还真做了功课啊。实际呢，时间越长的鸡怎么样？就是氨基酸成分，氨基酸越丰富越好。所以呢，要把真正的纯喝汤或者吊汤呢，还是使一些老鸡好一点。你看啊，里边有，你看，肺。我说你看、啊，黄老师，你看他捅了两个窟窿，捅两个窟窿，哎，把这水控过去，是吧？这是甜馅儿了啊，这银馅儿来仨可能就足够了。黄芪两粒，来点行。当归少搁 啊，因为当归的味道非常的浓。嗯。栗子啊，栗子，生栗子，四粒，然后来，基本都是四粒蒜，枣，嗯，好，拿米甜米了，咱们啊，你看啊，泡好的糯米，泡半天就行，两勺，差不多了吧？别一下东西就封口了，把它这个里边包的所有的食材给封上了，别住了，别住了吧？别住了，行了，你看这鱼腰练的。对，哎，对，你看，哎呦，尝量真幽默。猴哥，这要有好的清鸡汤，嗯，对，要搁进去，那肯定有味儿。一会儿你那个稍微搁一点鸡粉，就没有鸡汤的话，黑胡椒粒，其实海盐，它其实那个盐呢分什么颜色？你看，它是叫红海盐，实际红海盐呢，它含的矿物含量比较高，而且它盐度会大的。哎，搁了一点当归，刚才当归，嗯，再搁点黄芪。完了，再搁一点洋葱。哎，好，这是一个鲜参，鲜参，这就是种植的，人工养殖的。这一根参大概就一二十块钱，是吧？对，跟着咱们把鸡就下去了。好，待会儿我们调调味儿啊。这个蒜呢，其实在这里边非常关键。嗯，一般的像一个鸡啊，八头蒜，嗯，不合适。你看这个绷住了，你看它没变形，越收越紧，所以不用真封。只要别住了就行，上边这沫子给它撇一撇，打一打。高压锅压20分钟，就是开始吃气计时啊。对，压了20分钟，然后焖了10分钟，啊，一共是半小时。漂亮，哇，漂亮，没错，嘿，漂亮，你看多透亮。搁在砂锅里，再开一小锅吧。这就是喝汤。补气汤啊，是，真是补气汤。是，这汤啊，你知道越热的喝的鲜。对，那先尝尝汤。哎，这主要是喝汤。唯一我知道是吧？参和这个当归的味道。这道菜非常简单，只要照着这个做。真是能做出最正宗的这个参鸡汤来，从来没有认可过，就是今天第一次认可，真棒，就说明平常做的菜都不行。嗯，我们好好做菜，你们好好吃饭，关注老饭骨，吃饭不含糊。好，你也录着，来，再来一个，哥。可以孙大圣，不是也聊这么开？孙猴，猴哥，你看我本来要搁点，稍微搁几片蔬菜，后来我就怕徐萌喷我，又跟西餐学的。这
其实还真不错。洋葱芹菜胡萝卜只搁了点洋葱，胡萝卜芹菜没搁。我都背着啊，都背着，都背着呢。搁不搁？你没好意思搁，没好意思搁。你说搁不搁？不是，真正不是真正的神鸡汤肯定是不搁。对，肯定是不搁。可是他们就泰国有个叫什么冬阴鸡汤，是不是叫什么冬阴功啊？冬阴那个他搁那个，包括那个香茅蔬菜香茅香菜那菜那个菜我就吃不了，你吃不了大量的香菜在里边。哦，嗯。